诸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感应篇头前，咱念过金箍出卦，应乐怀忧，昆虫草木又不可伤。这四句是讲行人，刷了下面呢？以民人之凶，乐人之先，这是第二十四句。后面济人之急，救人之危，这啊，拢是先机。仁甲义，拢是忠孝的落实。头前甲诸位报告过，孝就是佛家讲的自性性体，忠呢是自性的大用。佛家讲忠道。诸佛如来发心大事，因的生活注书台林接物，做种种的实现，种种教化拢是行中，中是孝的落实，仁义也是忠的落实，这是咱必须爱明了的。也咱学佛对道义来学，家己就真清楚，就明白了。人若是毋捌遮个大道理，这就是古人所讲的，甲禽兽拢嘛是共款的。禽兽是动物，人嘛是动物。人甲禽兽无共的所在，差别的所在，人啊会体会，悟到人生的大道，了解诸法实相。这是做人啊，这些大道理绝对不是生理低级。古今中外历史上，生理低级唔捌看到。拢是学理低级，学每一个人禀赋无同款。佛家上讲上中下三君，上君的人接受能力强，所以是文艺知识一文千五。中军的人差一点啊，下军的人更加差一点啊。这个军性无同是怎样形成的呢？世间人确实是一个谜，有人讲这是遗传，若是讲遗传，有爸母真聪明，囝儿真憨慢，这伫遗传里佫讲袂通啊。
有一寡爸母拢无聪明，真平庸，但是囝儿啊非常聪明。可见呢，维团这款讲法呢，也真恶有成立啊。好讲的真好，无量劫来，每一个人的习性无同款，这个讲法。咱听着会接受啊，人绝对不是只有这世啊。那是认为人只有这世，来世就无了，这是断见啊。有人讲人死了来世也是人，佛讲这是相见啊。这两种见解拢是错误的。所以各国印度，因有真多宗教家，印度古代宗教家无迄个无修禅定的。啊，咱知影禅定会突破时空的维持。我即句讲，伊会当看到四度空间、五度空间，甚至搁较高诶层次诶空间。伊个生活范围就大咯，大个太侪咯。所以，因看到欲界天、色界天。看到六道的真实状况，所以六道轮回不是佛教讲的。在释迦牟尼佛还未出现之前，印度所有的宗教拢捌看到，拢将这个代志证实了。现在我伫美国。多真侪年，美国真正侪人也证明，这代志是真的。因唔是啊，用禅定，因用催眠的方法。催眠实在讲，也是修禅定的一种。不过无禅定遐尔深就是了。这个意志集中啊。意志无集中，袂当入催眠的状况。你一个人胡思乱想，个催眠师对伊就毫无办法咯。要安怎才会当入催眠状况？听伊指挥，听伊话，伊叫安怎做，百分之百服从，那就真容易啊入催眠的状况咯。入催眠状况，伊就知影讲伊啊过去生。过去一世，过去两世，真正深会当达到三四世。但是最平常啊，是过去生中的一世，这真普遍啊，会达到三世、四世比较较少。这就是咱用禅定啊，比如讲的话，搁较深层的定功。所以这代志唔是假啊！人死咯，并唔是一切拢完咯。人若死，一切拢完咯，咱也要学什么佛呢？这无需要。人死咯，后面的代志是足多啊，无穷无尽啊。这个事实真相，咱来了解啊！呀，咱知影有前生，知影后世，
聪明的人有啊，真傲眼呐。这古人所讲的，什么是真傲眼呢？看前世，看后世。迄间讲就看较真远咯。会当看到过去未来，这个人就袂造业咯。为什么呢？伊知影造业有果报呀。善有善果，恶有恶报啊。十法界依正庄严，那是十法界，就是。诸佛如来，各地上的一真法界，华严讲的华藏，净土讲的极乐世界，哪离不开因果的原则。这大家拢知影，华严讲的这五洲因果，法华讲的这一行因果，世出世化离不开因果啊。这是真理，因故讲到究竟处，古来的祖师大德，甲咱做一个总结：你不出心性。书不出因故，这两句话从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的教学啊，讲真咯。佛如是，中国儒家道家因嘛是如是啊。不但在理论上是，而且完全共款，在说法上也是大同小异啊，拢离袂开中之理。什么叫做中？但最近也读袂少咯，因为讲到《感应篇》内面讲到这个忠孝啊，这里啊，就是菩提心内面讲的亲心，好，这里是菩提心的底心。嘛是，世尊在《观经》内面讲的自性心，行到个极处咯，这是忠孝。有知识会偏差。就不忠啊，不忠不孝啊！啥人会将忠孝做到最圆满呢？如来故地啊！迄是讲到究竟圆满，忠孝圆满，仁义当然就圆满咯。也就是讲，就是在伊个生活上，在伊个工作上，在伊处事待人接物，拢会做到非常圆满。
顶甲菩萨偏一度啊，咱那是讲360度，顶甲菩萨偏一度，非常接近啊。法云地菩萨偏2度，那既然用这个话来讲。这个初信位的菩萨偏偌济多呢？偏了52度，52度算未歹咯。咱凡夫偏离180度啊，由此知影，咱学佛是学什么？忠孝仁义礼义。今仔日咱读这个文，第24句：以民人之乡，乐人之先。这两句话，后面啊。都是助人之急，救人之危，向善积为。咱今仔日看到这个字，感触真深啊！现在洪灾危急。太罪太严重了，以后是骗局全球，这是什么因素造成的呢？那是按照中国古人所讲的失教啊，古早时这句话啊，非常的严重啊。失教是伊啊，无受过教育，可能任何人听到这句话，拢会感觉非常的见笑。无受过教育，你唔知影做人的道理啊！但是现在讲出这两句话，人唔捌来听无啊，唔知什么意思啊？这个教呢，今仔日表面上大家看，那是教育足发达呢，可是。佛家讲的教育，跟咱现在社会教育完全无同啊！现在社会什么教育呢？科技的教育，科技的教育，咱现在想看卖，违背了自然法则的教育啊！大家逐天在做违背自然法则，所以外国的一寡有研究，咱看因的书。地球特别对人类来一个总报复，你伤害伊要来甲你报复啊！这个话听起来，那像是咧讲讲笑的。实际上，现在这个天灾人祸，这个敢毋是地球对人类提出反抗、提出抗议呢？人也过风风动动，认为这是自然灾害，跟咱行为无相干呢、啊。这就是伊无受过教育啊。
五行先贤的教育，那是佛家中国传统的教育，儒家、道家、先进的诸子百家，拢嘛是咧讲做人的道理啊。教育的宗旨咧，第一咧，教人了解人和人的关系，人伦的教育啊。中国人讲伦理的教育，所以中国这个民族几千年一直到今仔日，也无予人淘汰，也无被灭亡。什么因素？伦理教育啊！教育的第二个宗旨是教人明了人和大自然的关系，知道爱物，伦理的教育教你爱人，这是教你会当爱物啦，爱护咱所在的这个环境、生活环境、物质环境，这是事实啦。诸位若是讲小夸，较注意一下，你譬如讲咧种花，真侪人真爱种花。你对有这个花草有爱心，伊发个特别的好，伊花无你啊！你对伊无爱心，伊花也开袂水啊，也生袂好。同款是一丛树啊，同款是一盆花。哇，看个真正明显啦！较早馆长爱花，伊才有个迄、那个花开个特别水。伊要去外国去旅游，交予别人，转来时阵几乎拢大大滴要死去咯。伊都要用一两礼拜才会当解恢复啊！草木同人情啊！所以这个世间人讲啊，花有花神啊，草有草神啊。对面仙人掌开花，每蕊拢有花神，你肉眼看袂到。你对于好意报答你，你对于无好意就气咯，打死咯。你详细观察，你就会了解啊。教育更加深一层呢，是予你了解人甲天地鬼神的关系。这就是超越时空维持啊。安尼一日来，大家相处才会当和睦。才会融合啊！所以教育目的伫倒位，无非是教人甲人啊、甲物、甲天地鬼神，会当和睦融合相处，互相尊重、互相敬爱、互相合作，安尼生才会能过幸福美满的生活。幸福美满的生活，就是极乐世界啊，就是真法界。所以佛教人生活是充满着真实的智慧。
绝对无迷信啦。人若是无智慧，生活就非常辛苦咯，非常的可怜啊。今仔日这个世界为什么会充满着凶灾呢？充满着危机呢？圣贤的教育啊，失去了。无人去提倡啊，也无人肯学咯。今仔日咱做伙，这少数的这些同修，咱也真正幸运。在这时代，咱也可以当听到圣贤的教诲。也会当读到圣贤书，这个就是毗卢遮基师所讲的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日啊，咱拄到了，拄到咧，缘故照咯，你是成就未？看你的善根福德，什么是善根？你接触到了后生欢喜心，你的心的解就是你的善根，福德啊是你会当落实，你将你的性解落实到生活上，落实伫工作上，落实伫处事待人接物咧。你就会当亲像诸佛菩萨，亲像古圣先贤，怜悯爱物啦。这是你有福德啊！善根福德因缘啊，三个拢具足。你这一生会有真大的成就，真大的成就是什么呢？永脱轮回，去做佛、做菩萨去咯。做佛、做菩萨，佛菩萨不是神仙啦，唔通创错咯。佛菩萨是什么意思？印度人讲佛，中国人讲圣灵；印度人讲菩萨，中国人讲仙人。佛菩萨是对有悟到人生真相、彻底明白的人。人就爱做一明白人，唔通做一糊涂的人。明白人叫圣人啊，糊涂人叫做凡夫啊。今天来创个清楚，凡跟神的差别，咱也讲真正多咯。那么如何来学习呢？这个教材是非常好的资料。免讲几本书，学一句两句，一生拢受用不尽啦。现在世间在咱遮追，追拢知影。嘛有真侪人劝讲，着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去移民啦。这安尼讲对无？不错，但是你来顾着忠孝仁义啊！若是不义，
不义偷生，故请偷生。这人活在世间有什么意思呢？中国古社会常常讲的，所谓知己者死，死是什么？读书人啊，名利的人啊，仁义的所在，互通大喜，在所不惜啊。伊活了有意义，活了有价值，哪会当贪生怕死呢？哪有这种道理呢？何况佛在经教内面，甲人讲得真清楚，境随心转，咱来转变这个境界，大满拢是肯定的。对对转起，对心地转起啊。转凡心生佛心，就是转凡生心啊。心转了，心就转。确实，佛法内面教人袂老、袂破病、袂死，这话拢是真的，绝对毋是假。向人做为教，佛家发心大师做教了。咱若是提升到发心大师的境界，嘛做为教啊。咱为什么会破病呢？会老会死呢？你有念头啊？你呀、啊，有梦想啊！只要你有梦想，有分别，有执着啊，你就绝对会老、会变、会死。这咱伫大乘经上读真多咯。你若是无梦想、无分别、无执着，你就袂老、袂变、袂死。所以面对对来，佛敢是常讲三毒：贪嗔痴啊。你心肝内有贪嗔痴，你啊，迄、那个心比什么都较毒啊，迄是病毒啊。心肝内有严重的病毒，外面有五欲六尘又邪感染，你哪会袂破病？佛家啊，这种疾病的这个根源找到。中国圣人也真了不起啊，中国医学的主，第一本是黄帝内经灵枢，伊内面讲的主要内容，不是医病，讲重生啊。根据中国古人的讲法，人的寿命至少会活到200岁。人是一个机器啊，这机器你会当保养会好，你会当照顾较好，伊的寿命应该是200岁，200年未到啊，你就死了啊，你无照顾好啊，就亲像你现在用这机器同款啊，你无照顾好啊，你该糟蹋咯。中国古人照顾这个身心。也是讲究清心寡欲，甲佛法讲的理论啊，真接近。清心寡欲，佛法是从这欲完全断了，最清净到极处啊。寡欲无断尽。也有真侪人看到我的身体也袂歹啊，
遮侪虾也会当四界走走跳跳，啊，什么原因呢？外面大家欲望少，就这道理啊。所以老化减慢了，病啊确实是减少了。我一天吃一顿啊，真正常啊，精神真好啊。真侪人对我真照顾，惊我营养不良，互我这个互迄个，哎呀，我嫌麻烦啦。袂安怎照顾家己呢？清心寡用啊，上好上药，逐天啊，减少啊，当年减少，减到完全拢无咯。迄才是一个正常的人啊。老师教我看破放下，诸佛如来彻底放下了，放下家己名闻利用啊，放下家己所有的欲望，甚至讲连这个心都拢放下了，念头拢放下了。起心动念，实在讲，这不是起心。若讲也搁起心动念，啊，你也是无放下。咱即几工伫经常讲个真好，佛菩萨是应啊，种种有感，佛菩萨有应啊，应化，绝对不是佛菩萨起心动念。佛菩萨起心动念是攀缘，不是随缘呐。应化是随缘啊，所以咱都爱随缘，你才会自在。攀缘就未自在咯。攀缘是心观来想要安怎做啊？错咯。所以咱都爱学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佛甲咱做上界好的榜样。通常一般人学佛这两字挂在嘴口，实际上不知道讲学佛的真正意义，也不知道讲要按怎来学佛。咱想看卖佛给咱的教训，确实是真理啊，确实是至善。啊，儒家讲的只有至善。今仔日，甲诸位讲到这点啊原则，如何命人之凶，乐人之先，救人之危，如实在，思想上，咱也是都爱细心的。来探讨如何将这几句话落实。今天时间到了，那就讲到这里。